又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。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巨大的物体，如果啦患有巨物恐惧症的人啊，看到这些肯定会感到很恐慌。我是没有巨物恐惧症啊，如果你们有吗？你们这些观众当中有的可以在留言区写有哦。如果你有的话，我建议你这集可以离开了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来看巨物恐惧症的合集。我是还没有看恐怖恐怖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没有巨物恐惧症，所以我根本不怕，但是以防万一。好啦，那我们废话少说，马上开始吧。哈，在开始前他就有出了警告，如有不适请及时退出，已经警告你了啦，不要说我没有讲啊。那我们开始哦，3 2 1 Jump。 这是在外太空哎，这是太空船。OK， 哦，这是什么星球啊？那么靠近地球了，又不像月亮哦。不是月亮才比较靠近吗？地球吗？喂，它为什么很多东西被拆散？是地心引力吗？哦。哦，应该是地心引力啊，它被吸啊，它不会连地球也吸走吧？宇宙虫洞吗？喂 ，What the fuck？ 有鲸鱼在外太空了没？ I'm going crazy. Tell me a bloody whale didn't just appear in space. 哇！啊，吃掉地球 ！Everyone, they're all gone. 他们着急了。我觉得他们是在月亮上哎，哦，太阳吃了月亮，嗯，很多个虫洞打开，啊，真的像蜘蛛侠的样子的。他是把地球跟另外一个行星抓起来，然后哇，是有一点压迫感呐、啊。这个是什么创造主吗？哇，他把一个行星给丢出来！哇，你们有感受到压迫感吗？我是还好啊，因为我觉得太多特效了，感觉有一点假，有一点五毛钱的特效啊，一般啊，一般啊。可是如果今天你是在外太空啊，你看到地球应该是很巨大吧？因为我们的人这么小，地球那么大，真的是有那种恐惧感哦。可是这一辈子我肯定感受不到，你以为谁都可以做太空人呗？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巨物恐惧症。哦，只是在深海里。哎呦，怪兽！这样会有恐惧症吗？还好吧。这个是提取石油的那个油井。我是不会感到害怕啦，因为很明显就是特效啊。如果这个我都怕的话，我就不能看哥斯拉了咯。应该是丢向我了，我说中吗？OK， 那沉入深海。哎，
真是延续下去了吗？这种我就有一点感觉害怕哎，我蛮怕深海的其实。然后你看到这么大只的，哇妈的，我怕死了！哇，又是这样，又船翻掉，更怕。我最怕这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声了。哎呦 ，what the？ 这个有一点压迫感。我不是巨物恐惧症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深海恐惧症。可是你在深海的时候，然后你会遇到这种，它真的很怕欸。可能是我小时候也差点被淹死的体验，所以我对深海会有点怕。你们呢？你们对深海会怕？最怕就是你翻船，那个水就咕咕咕咕咕咕，哇哟，我怕遇到什么东西。因为我本身不大会游泳。来，我们来看这个，这是在飞机上。飞机，其实我也是有飞机恐惧症欸。每次我坐飞机哦，我很怕发生意外的。好，去吧。因为我尤其是那个飞机它降落的时候啊，突然间会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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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感觉很怕飞机爆炸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会想，那我就这样没有了吗？满脑子都是很多那些不好的想法。你要知道，你在飞机上一旦发生意外，就很难活下来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真的是要致敬那些空姐、空少还有飞机师。那是看到什么东西吗？我看到深海那边有一个东西欸，眼睛很大力欸。我操！我操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个不吓人欸！你明明在深海里，为什么你可以飞到上空去啊？哇！我靠！这个场景，你在深海看到这个眼睛。来咯，一转眼而已，妈的，真是有被吓掉，哇，这个还真的是挺吓人。那我们来看下一个，这是在车里面遇到我，遇到哥斯拉吗？真的是哥斯拉。炸声是很大声的嘛，耳会鸣的嘞，整个耳鸣。哥斯拉应该死了吧？原子弹这么大力，那么靠近哥斯拉，不会有辐射吗？因为听说原子弹会有辐射的。哇，这是哥斯拉的那个能量吧？啊，就这。我还以为他会没有死，然后再继续这样，结果这么快就没有了，有点短，下次可以做长一点啊。这个警笛人，我懂这个。哎，没有小吃的警笛人啊。飞机上看到这样大个狮子的时候会吓一跳啊！特效太大了啊，怎么5毛钱特效？太假了，太假了！怎么就特效啊？不会那么怕，就是天使嘛。
我还会变来变去的，变这个变那个形状。就这。他一直在展示给我们看天使是长怎样的，是吗？难道这个世界上天使是长这样？是很美啊，天使是好的还是坏的？他好像很多绿眼镜啊，又一个天使，哇！所以天使是长这样的，一粒眼睛，没有身体。我还以为天使是长人的样子。哇，整个蝴蝶那样，我一直以为天使是长这样的，没有想到天使是长这样的。你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天使是长这个的呢，还是长这样的呢？留言区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我个人认为天使应该是长这样的吧。不过说到巨物恐惧症，其实我每天都会遇到巨物恐惧症，因为当我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我脱下我的裤子，然后一看我的下面，就在我下面超级的大。